那我的思路有点落后。好球，真准，真准，好准啊！天哪，我是觉得他们俩打得很好玩，太准了。对，关键是他们瞎搞，不关我的事啊。我有这个极限地杆，哎，有了，这一颗有了。哎呦！感谢天天看台球的板砖，一连扔了这么多块板砖给我，是因为我没说对吗？哎呦，又来又来，看他这个出杆的发力啊，整个手都送出去了。导播还特意来了个慢重放。这个球这样走，你倒是配合我一下嘛！一库，这个是最标准的，你不要再乱来了，点一下也行啊。哦哦，后斯诺，哎呦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这种就是无畏无畏，无惧无畏，真的是很有激情啊，非常有激情。有激情的选手，感谢大家的啤酒玫瑰加油包啊，谢谢谢谢，还有二锅头太子的二锅头，特鲁姆普的板砖，感谢你们。又 K，这个球，对，谢谢。教得好，教得非常好。对，谢谢。乘风少年，我没有谢你啊，因为你没送过，没谢你。哎，小司机真的是感打出感觉了，这样打，进入他的节奏，这样看着很过瘾啊！这样其实大家看着这种球也很过瘾的。感谢花枝不好抽的二锅头。哎，这个第一个回去，我们要回左边去。52。突然一下，小司机发飙，至于死地而后生，3-1，现在要打到，这是疯了，真疯了，那 球准，我好准，我天呐，这个天呐！56。好了，决胜局，决胜局。鲁林有点郁闷，这个确实有点郁闷。
被这样打。63。卢林，稳住，稳住。好，没了。学生局。63.